教学，大学生最期待什么？大学生远距教学的调查发现，学生在疫情前对远距学习较大的期待是什么？我的答案是 A， 平常上课呢，老师在与不在，你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。我规定他们上课可以睡觉，不准打呼。老师可以吃早餐吗？可以，可以吃早餐，因为我常常我也自己边吃边上课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